今天来介绍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网站。现在小朋友可能从幼稚园就开始教台语，所以有些功课会带回来问爸爸妈妈。那爸爸妈妈可能不知道有些台语怎么念的话，就可以来到这个网站上面来做搜寻。比如说求罪、求水。光看字面的话，可能不知道它怎么发音。那我们可以用搜寻的方式点进去来，这边有一个绿色底的三角形，那我们点进去它就会发音受罪。修罪。另外，它这边会有示意，告诉你它这个的意思是什么。另外有例句，但比较可惜的是，例句并没有发音，这方面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我们在搜寻其他字的话，就可以再点重新搜寻。那我们查询鸭母，试看看，会跑出有关是阿母。哎，那我们再听看看它的发音，阿母。是母鸭的意思。那我们再搜寻其他的试看看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写字。写字的台语怎么发音？虾姨，虾姨，虾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，你也可以试看看哦。